上坐了再来把台湾卖给中国，他一样是当选啊。所以爸爸妈妈是跟你说是选举现金是不是？我知道了，就是这样啦。所以你觉得合理吗？你觉得说现金？我觉得完全不合理啦。可是那既然是选举的部分的话，那为什么妈妈说这件事情的细节我不清楚啦，我只是觉得不服气啦。妈妈是说是全家人的钱啊，我觉得不服气啦。不服气，那些当初有拿钱的人，有去选举的人，现在每个出来假清高。你以为要台湾独立就不需要钱，要选举就不需要钱？然后每个人来围攻我，现场你没有孙子吗？苏贞昌在那边高价女儿，每个人只围攻我陈俊颖死了，他们就高兴了吗？苏贞昌没拿到钱吗？现场你没拿到钱吗？陈俊在高雄没拿到钱吗？那时候办爱河的那一个游行没拿到钱吗？